喂。哦，刚在忙拍影片。结果会死。对啊，我用刚一直在用鸭血队拍这次的那个关卡，它是防很高的网啊。用鸭血队来拍影片啊，结果都很容易死掉啊。反正我五月会开始忙搬家啦齁，我就是打算去台北发展。主要我要说什么总之南部这边大概都打点对都交代好用好了啦齁。然后我要说什么然后上就礼拜六去录影嘛，我那个他们好像影片还没上传。我还是一样会开台啊，反正就是现在这礼拜三还有压完嘛齁，然后我下礼拜就先上北去看房子了，签约了，签约房子了，反正头发要剪短了，因为他就是我也可以宣传，我有去北车一间乱剪那边齁，就他找我当他们的发型代言人啊帮他们宣传这样子啊，所以以后我剪头发的地方有着落了啊齁。大家那个什么就是推荐，可以推荐大家去那边剪啦齁，就是他们就说，就那个经理就说不知道哪边找到我了，说看我形象不错就找我当发型代言人啦，我说好，等我之后上去台北发展啦，然后刚好这次我要去华视录影，就是先过去他们那边找他们接洽。对啦，我这边工作就做到拜三而已，再来就是开始忙那个了齁，搬家干嘛干嘛。哎呀，在南部工作五年半了啊，在这边生活了快30年了，第一次要离开家乡奋斗了啦。对啊，要离开家乡奋斗了。住的地方在永和那边啦，找永和综合吧。先跟大概大家说，先以后如果台北应该比较会常见到我了，对啊，对啊，
就是电玩游戏产业啦，就是我会在麦卡贝工作啦，我会在麦卡贝工作。哎呀，啊，当然有很多路线啦齁，反正就是玩游戏也可以有一片天啦，就一个兴趣啦。哎呀，对啊，啊，见到我不要太兴奋啦，不要好像看到鬼一样啊，哎呀，那个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啦。大家还是冷静点。哎呦，啊，怎么一堆永和人？现在就是啊。有啦，我的路线很多啦，当然也是会去主持啊，有活动我还是会参加啊，对啊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很多事情还在，就是会先上去做嘛，就是会慢慢来啦，到时应该会常看我出现就对了，免怕，没问题啦。真就是一个机会，哦。对啊，就有些还没确定的，就先不说了。反正就是目前的动向是这样子。就台北很多朋友都可以照顾我了，对啊，没我也，啊，就不用那么担心了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呀，啊？家网，家网，我之前怎么过的我也忘了。哎呀，应该用火堆过，波比火堆那个吧，好像很简单吧，我记得好像拦在那个。黑的按钮有小鸭好像20几%，所以用强前队去打嘛。对啊，对啊，猪啊，我哪来的钱买啊？先。东西。为什么不是18C 啊？我看答案，我是直接参考人家的答案，我就直接写18C 呢。啊，安尼忘不掉吗？免紧张，迄有较新的动态，我会甲大家讲啦。哦，总之我会走出自己的风格的。哦，对，一切都还在计划中。什么？我要跟他靠要什么？会啊。我刚一直用鸭血队拍影片呢，啊，就是一直在那边拍，一直死啊，死到。到 K 堵烂啊，害我想说很顺利啊，一开始很顺利，可是越打越后面一直死啊。啊，然后，好啊，
个方位都唔想，佢哋懂啊。好，然后我说一下，应该有来说一下那天比赛的一些过程啊，就是录影嘛，就蛮新鲜的啊，就是可以去那边，真的是有电玩展的感觉了。我觉得在那边就是蛮有蛮正，就是那个真的是算有电玩展的那种感觉啊。对啊。然后就是比赛嘛，就是我、那个王底真的很强，干手端九 combo， 而且练习还，而且比赛还比练习打得好，对啊。然后当天我当然都在忙，就是一直跟强那边一直对流程啊，一开始还是很紧张啊，一开始还是紧张，还是会有一小出错啦，吼。我好像有点那其实叫做总突然忘，总之应该是绝再来，好像要等决赛才会再进摄影棚了吧？好像啦，我有点忘了。然后我比较想知道，就是我蛮想看我就是第二段的广告哈，我们有就直播播出了嘛哈。就抽卡，我用那边就有直播播出了，那边比较惨啦哦，因为一开始有两场活动是没有直播播出的，因为就是怕我们有出错了，真的，一开始讲话就是有停顿啦，后来就是有讲真的，就开始把气氛炒嗨呀，哎呀，对啊，抽卡就真的有啦，抽卡比较好发挥啦，这个抽卡。我干嘛都忘了。那个已经上传。啊，晚点再来看啦，反正最近就是最新资讯就是要往台北发展啦，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忙一点啦，然后南部三十年了，第一次要远离他乡打拼，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啦，要离开这个伤也有点伤心的地方，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真的会上台北，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因为神魔玩这样子啊，看啊，的是一个机会，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啦，机会来了要好好把握，就是每个人喜欢年轻人，我是觉得就是你的付出一定会有人看到，就是可能你要多熬一点啊，像我是熬了五年多什么都没有啊，可是也因为一个神魔就让我有点小翻身的样子啊。
是，就是做事情还是兼，总之就是努力啦齁。我来这边勉励大家，就是努力做啦，然后。啊，乐西哈，真的就是一个运气的哦，机会啦，就是，每个人都有适合他发展的地方啊。感情对啊，就偶尔对啊，不是一直。我是觉得，因为神魔，我们玩游戏哦，就是玩开心嘛。可惜，其实大家一样啊，真的个性，每个人从小就是很喜欢玩电动啊，就是开心玩啊，还可以交朋友啊，这就是怎么讲？不会伤感啊，只是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也不是说什么很好的经验的提供哦。就不要放弃啦哦，不要认为自己没什么用，就应该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样子啦。安内啦，就是我以前也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出团啦，好像做什么事都。好像每一个专场等等的，每一个地方比人家强的啊。对啊，我是觉得以前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爱玩的小孩啦，啊，不太爱读书啊，啊，做什么都输人啊，运动什么都感觉就做什么都，也不是说跟人比，就觉得有很多时候都跟不上别人啊。哎呀，好像就玩电动比人家强一点点啊。他就损，当然了，你损你就是，其实损我个人也很多损友，可是损友也是都在，其实损友也是很多都是会帮你的啦。那平常的那靠腰你，可是你出事他们也会挺你啊。啊，虽然有些真的是很酒肉朋友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有个弟弟啦，乐西哦。是我们玩游戏就是，我是觉得不要去，应该说年轻人啊，个性不要太冲动，不要自己为了跟人家争强斗狠，因为有些人哦玩游戏都玩到那个很爱比较，觉得你比来比去哦，没什么小路用啊，一堆人都。你比到最后一定有输有赢啊，你不可能干掉全部的人啊，你还比那个，你比到最后这个游戏如果不见了，你还剩下什么啊？等到就是关起来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那样啊，就是主要是以哎呀，互相闹开究竟无遐好快乐。嘿，然后就是呢，还有很多就是我一路走来，真的很多人都在帮我啦，这是真的。对啊，其实应该说什么，我应该要特别感谢很多人，真的要特别感谢很多人。这是真的，像巧巧啦，就是巧巧啊，其实没有他哦，应该就没有现在的我，因为
就是他推荐我上麦咖啡的啦，是他真的帮我很多，而且他真的很，他是一个很值得女孩啦，就跟我跟感觉他蛮比较适合往南部发展，我觉得他个性蛮像，就是很正义感啊等等啊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就是。真的，一路走来，大家都在，真的很顺利。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顺利。对啊，就一个，其实我以前就默默无名啦、啊，就是刚好那时候不小心认识史大、啊，他叫我拍影片啦、啊，拍着拍着就是每天都疯，神魔一直疯啊，对啊，然后呢一直慢慢走起来。我其实要感谢的人很多啦。啊，史莱姆他们五月底又要来台湾了，所以又要跟他互相靠。跟他们一起互相靠腰了、啊，有了家人支持的啦，对了，啊、就一堆贵人，真的运，有一个运势的啊，然后吼，哎、欸，这万魔要死掉了呢，其实真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玩游戏会玩到这样，真的、啊。说不定以后你们没，就是应该怎么讲啊？说不定下个年代什么就换，什么该说什么？就每个人啊，靠腰也是演戏。就每个人都有适合他自己的舞台啦。有点下个就是没心没望，唉，啊，其实我也算有点老了啊。接下来也是年轻人的时代啊，像那种比赛，你看王弟弟才13岁，王弟弟才13岁，那、啊、你看我13岁干嘛？还在高中啊，在玩那国中那时候在玩 KOF， 那只有格斗天王啊，对啊，就。真的、啊，年轻人的时代了，对啊。等一下，哎，没加好。对啊，我运气是不错，真的，不管什么运都还算不错啦哦。好好利用自己的运气。对啊，嗯，平时常常都做好事吧。对啊，天公就是疼我们人啊，这是分对的。对啊，有骷髅坡啦，啊 ，Angel。哎、欸，那叫安德鲁啊什么，我忘了，然后龟裂嘛，还有对啊，还有那个、啊、我们日月狼的高手啊，都会来，嘿。然后是不是还不到什么很有感触的？是现在还好。其实，哎，其实我在电玩展有要发表感，其实我可能真的说到我在电玩展也有想要发表感，可是被挡住了。
六三四四康波。一组三康波，那没戏。哎，刚好死掉呢吼，哇，开始无耻啦，开始吸，他妈的无耻技能啦。好啦，说的说的轮回可以过啦。对，朋友，这时候放周华健的朋友。好啦，这个这边过一过再来放朋友啦吼。这样子都是靠大家了，哎呀，好，等一下來放朋友好了。哦，一边讲话，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转。今就是讲话，然后一边打。啊，那拍电拢爽了，甲朋友做伙耍就是爽啦。哎呀，反正用朋友好像比较酷，我们朋友比较好。哎呀，放个歌好了。哎，真的不知不觉就打到过关了。Hello， 啊，嗨，有你们真的很多朋友，出门在外靠朋友，哎，对啊。也是我北部的房子，是我好朋友帮我用的啊，其实都很感谢他们啊。哎呀，真的啊，不然我不是一个人啊，不是一个人北上，我是孤立无靠这样北上啊。好，好啦，我们先来打这个异端，这个我先用鸭血队了。对啊，我用鸭血队啊，认真玩一下鸭血，那都要过了都没过、啊，用这对了，是可以过了。哎，现在用樱桃小丸子就太那个。哦，这可以行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对啊，在你最难过的时候，好说家人还有朋友都会听你的。哎呀，要离开了啊，要离开故乡了啊，还是祝你一路顺风，等一下再放一下祝你一路顺风啊。6000多，比较会被杀到，我笑看一下。天存机就有点麻烦了嘞，价位6000多。真爱过才会会寂寞，会回首。哎，看一下。总有你在
我会被打一下之后，我要。哦，8000多，然后我指定这只。好。哎呀。我先用鸭血对打这个打过看看啦、啊。哦呦！三角。三下不知道干不干得掉。好，等一下。遇到这只啦，好，好，应该再看看呐，哈。不一定啊，只是现在这个有点尴尬啦、啊。有机会的话啦哈，对，不知道。要留点猪下来。
下那个，基本上应该 OK 啦，只是这现在比较麻烦是这边。哎，刚好又人多新一回合。好，应该过了 啊！结果现在才过。对啊，我拍影片都没有过。亲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对啊，刚好啊。用得漂亮一点，再干到他。结果再来祝福啊！要干掉他的时候来祝福。好了，啊，结果你看，影片要拍就没有过，呀，用鸭血队过啦，爽。其实鸭血队风险比较高，真的高很多。好，看一下一堆王八蛋的回合数。哎呦，但该不会只有我一个用鸭血队吧？干，一堆畜生，一定都带着白虎，都带，只有我用鸭血队。对过啦，他们讲一下。对，感谢小队。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，情难舍，人难留，今朝一别各西东，冷和热，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愿心中永远留着。没卡，我掉卡。好。啊，不要再祝福啊。上一遍一遍虽然哎，换点别的歌好了。什么歌啊，等一下。当然继续来打关卡好了啦齁，我们来。来训练了哈，训练来参考，用鸭血队来打。哦，参考什么？我们的小凯凯跟嘎敏的那个鸭血队。然后前面好像先让他打，先让他们这些王八蛋打就对了。
维持掉。好，先来。再配刀，4300呢？这样子来打看看。1200，3300。哦。欸，是哪边可以压血？我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没有试过哪边可以压血。4800。哦，这压血拼一拼了吧。
加权看一下嘛。还好，他妈错赛，他妈错全赛，他妈错全赛。木跟火呢？木跟火。啊！啊靠边啊！我害死自己。没有那个，真的菜自己，我要把木都搞木，哦，害死自己了，对。拜托啊，木，我的木！你啊！啊！啊！哎呀，啊，打死亡，打死亡好了，打死亡了，对。然后平回合数，哎，什么平回合数？刚都没有什么人，火系了，冲出枪舞，火系了，冲出枪舞。
死亡，我闭着眼，我关荧幕打都会过了。有没有看过我影片啊？不看不看荧幕打哦，就一直炸一直炸哦。没玩戏那种感觉都不太一样，是炸很爽，只是那种伤害都好低哦。其实还 OK 了。结束啦，嘿嘿，有啦有啦，也是可以带走吧，哇哇哇哇哇，带走了，哇，不然帕琳娜呢？九回，哎，这样算十八回还是九回了？哎呀，死亡就是也是为了工会积分呐、啊，也是要多打一下。打一下你好了，看会不会打你。打一下你好了。然后
我被冲凉嘞。快升级了啊。啊，继续来打那个什么小窝。好啦，咱来打一下，看一下人家。哎，你看人家，人家第一名，当然你都带白虎了哈。而人家全满级，跟我没满级怎么打？他们这些都满级的。天女色的这个，哎、哦，还不错，跟我光好了，来掉火光。缺，你看那种数值差那么多，我觉得差很多啊。带来出来玩一下好了。再带白虎比较快，十回合。唉，可是我的鸭血队的肌肉就被用掉了，没有了，因为。而且这机会被让你对太多啊，没几只我讲呀，
要控制住哦，无等下一百几万，等下讲袂死。总队就是到最后摆五块了就再见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鸭血队比较好玩，用鸭血队来打比较好玩。哎，吊卡吊卡，真的鸭血队好玩。啊，嗯，鸭王，我是建议带波比火队啦齁，波比火队好，波比火队赞，3000多，感觉我快升级了，可是王者血迹我还是建议吃一下他的那个。来赚一下分数。搞完工会探一下分。鸭王没有火皇回，我不确定啊，我很久有点忘了啊。哇，我大概讲临时，反正我第一关卡礼拜三就打给你们看嘛，就基本上我都试看看去打。对啊，反正最稳的，我是觉得是强权队就是最稳的，强权队蛮稳的。啊，兽队，我记得那时候我用兽队打，好像几颗而已，忘了。
按对也是可以啊，不是按对也是可以吗？我记得按对 OK 啊。欸，有没有人去看《帝都狼》了啊？我都还没时间去看呢、欸。哦，阿玛德他往多走啊？忘了。乱，靠！我要用贝壳，这得装起来。剪还没进化了，杨戬几等？我杨戬还没进化，没时间练。嗯，啊，因为我可能打算劳动员去。看帝都狼，帝都狼，对啊，啊，终于可以先悠闲一下啦，对啊，放松，整理一下心情啊，即将要北上了。不知道为什么靠要讲什么哟，变那个下面放弃利用呀呀呀呀呀，死亡烂死亡，蜘蛛人最后打倒坏人，干哪个结局不是这样演啊？哎呀呀，我、哦、差点升级。哎，这样子我好像还可以打一场，打一场鸟，不对，我还可以再打一场鸟呢，再打一场鸟。刚好50，哇塞！奇异博士大人，我也好人啊。其实大家比较期待礼拜三的 EI 王，我也很期待，因为我工作也是到那一天就结束了，完美结束，退伍了，总算退伍了。我2008年刚退伍就进去那间公司做，时间真的过很快啊。啊，又没有遇到鸟了，又没有遇到鸟了，我又没有遇到鸟了。哎，想当年。去年4月在公司很猛，一道鸟啊，手都靠腰。
再打一场什么？哦，差点升100，好啊，惊一个，敢升级的赌烂啊！看50铁药，省吃俭用。然后这次我们用水狂好了，好看哦。我打几场？其实我比较想打死亡，因为我要冲，至少我们要打400分呢、啊，至少要打400分。对啦，我们这次没有要冲了啦，哦，大家要尬一位啦，我们这次要休息啦。一起敲敲啦，线恁娘扫线扫，你妈我被干嘛还往趴呢？对啊，因为用自拍神器拍的照片比较好看啊。不要乱讲哦，妈我被了。漂亮，哇塞啊，好他妈妈都不能死他了。
啊，迄、那个无用着啊，可惜。哇，可以跌得更好，我讲。啊。靠了天，这样干掉他。因为大圣 CD 二十啊，大圣 CD 二十太久了。因为我截取聊天室的一半呐、啊，还有后面比较慢呐、啊，等等之类的耶。这样打几回合？看一下，第排到第几名？小弟，只有第十名啊，十六回合，第一名十三回合啊，不想理他们了、啊，我脑不我，他们都双技嘛，看一下人家可怜的啦，这个十六啦、啊，这个七三啦、啊，一堆他们都双满的吧，还双满了。三三哦，这个二三呐、啊，好，好，我继续来杀死亡好不好？打死亡，来打死亡，哎、欸，爆火蜥，我还是最爱火蜥，最爱火蜥。对啊，我也用用，突然间，突然，我还有九十九级要奋斗。把火珠，我大红甲料料，火珠甲料料。
吸什么？我们要吸什么东西？贪吃的大胃王。的火系的。我想用火系的，看有没有破什么记录性可。我的火系到是不是啊？无采拍啊，虽然没有什么天降。哎，我要拼个记录，我操你妈！他只要拼记录而已。最想看15回合内，想拼个15回合以内，好不好？现在我玩希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难得十五看波，哎呀，鸡歪的牧师，操你妈的牧师！
可是他火速都快吃光光了，他把我火速都快吃光光了。看，我觉得炸猪要消多一点。哎，有机会呢！我刚好十五回合。我靠！这次运气不错，刚好呢。哈哈哈！那天降天降，是火系到十五回合。对啊，拜拜拜拜，你来了。重点是我的通关时间是应该很短。4:08，哎，有人打3:11呢，哎，真的假啊？第9名，火系啦，还有一个这个也蛮强的，啊，这个真的假的？干 ，GY 打上，但我火系要能打到这样子，超屌了哎，干，回合。跟地面才14回合，我记得。哎，究竟我来用王弟弟的配法好不好？王弟弟他在比赛哦，他真的很强，他用这个蛮屌的。弟弟，我们用王弟弟的队伍来给你们看，那就是龙木屋嘛。王木奥丁，哎、欸，王弟弟是用，哎、欸，好像双奥丁哦，因为王弟弟是这样打的，哎、欸，好像，去压，哎，好像哦，我记得，反正打超快了，4:30以内。用他的打看看好了，弟弟，当作自己在比赛啦。哎，是不是要洗技能啊？靠背啊！我们怕伤官是什么强？全体攻击无法造成伤害，每回合。全体攻击无法造成伤害，每回合。小的。啊靠！没两下拿到全体，我操你妈的！
其实我不知道王姐什么时候开水屋的呢，我让待会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水屋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还是满血就可以开水屋的。啊，开水屋了。太平啊。哎呀。八分。干美二吸取我50%的血量嘞，你娘嘞！欸，我单数不会死吧？欸，我，欸，好像会死掉嘞，好香啊！欸，没有珠子了，好像会死掉。干嘛追？因为双数会死掉啊！王底这个很拼哦，他这个队伍很危险。没想到用这种非常危险、拼命的队伍，算算打了，真的很痛啊！还怎么推荐？边爱弄饮料的啊，你你，行啊，啊你你好笑吧？哥，二十啊，哥是，那这对挂。啊，不要乱用别人的队伍，干嘛？不要射，买买什么？啊，买假姜子牙啦，姜子牙，姜子牙，喂师兄。还是等第一关卡再喂好了。红
技能才五啊。几点？哦，三十，11:35了。好，我们新情报吧。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天降已经在刚刚用火系带用完了，天降用完了，天降哥用完了，到奖金了。哦，杨丞琳，女神。啊，适合钓火猪。那那那，还是关心了一下，我没有满记啊，我又不是像那个，我都随便玩的，随便啦、吃一下水龙石好了。王子在技能三完全没练，把它快练满了。好啦，大家有啥物问题要问，会使问一下。对啊，还有20分钟，还有20分钟，看有没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啊，你们各位。到地精。再来就是礼拜三，大家应该比较，对啊，我觉得礼拜三应该更多话想跟大家讲啊，好，礼拜三嘛，因为今天会比较晚一点。外洋，快800格了呢。结果我还没出纸啊，没有人送我，好友送我都没有人送我，刚刚不想出，奇怪，150块啊，这个啊，啊没有人送我，刚才一堆坏朋友，骗人，
克里甲琴，阿罗在，对，我朋友。然后呢？八有一段时间，阿死对，没问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下歌好了啦哦。哎，有什么歌了？推荐一下啦。用真镜，还是要用真镜？是。台北拍片。都10年前的歌。我比较想要火油啊，把我的火油练满。火车渐渐要去行，有啊，我都留火油，小火油车，来祭祀。当兵系列啊，是。猫公爵还好吧？斗阵的朋友，搁是啦。我咧来去台北打拼，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，朋友笑我是爱做面盲的。会受伤的人。请吃大餐。唱歌，职业唱歌。没有什么优势。
来个 BAD 的，我的错，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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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错。麦卡被串场完了之后，就来找那个，再回复这几天的生活。还好我去乱捡公园店啊，对啊，就说大家可以去那边捧场一下啦，说我介绍的啊，你们可以说好像那边也有人知道我。再去捧场一下，然后我去住这个旅店也不错啊，这个个人的商务舱啊，就是很方便啊，该有的都有，就觉得一个人去旅行很适合住这个啊，方便，988而已啊。那我觉得以后来代言这个好了、啊。重来一次，回到过去，弥补你的伤，你那就是怎么做才能够停止后悔，经常你若不再放肆，为何总到失去才懂得难过，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总是来看一下国宾哦，帝都郎想来定位了，错过这难得的拥有，就让你爱我的心慢慢流走，都在国宾看影院，猫做七颗台湾，快死了！一点，订票直播，后卫，哎呦，台南国宾，嘿，对啊，先跟我朋友讲一下。选择了前往你的方向，不再迷惘，忘了我们爱的过往，爱一下
哎，演唱会版。哎，真奇怪哎，为什么永远都不是我跟他们？不是他们啦，我跟他走上结婚的这条路。我先订票，好啦。如果那天有遇到我，打个招呼啦，哈。劳动节嘛，大家可能放。还要给我一个很大的。礼拜四啊。到底礼金我应该包给多少？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时间啦。礼拜四劳动节，我会在国宾出现，我在那边吃饭了。后来我公布我行程了。因为能够回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冻结啊。姐，哪边单身女生比较多？举手。这边有伴的来干嘛？这边都是亲友团。干啥不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次你们那个什么妈妈啦、婆婆啦、阿姨啦、姐姐去参加完别人的结婚典礼？就会回来问你说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奇了就怪了，他们结婚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晚上呢，就当是我的结婚典礼。干，很忙哎，吸引你好，1200、900、700。以及订票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干，他有人做好笑的视频，没啊，好吗？以后就常见面了，就常看帝都了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充满很多回忆，干得派现在我在直播。大概大哥，我准备出卖你样子，干，干。哈哈哈中和爱结束了，我结束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一个30岁的少女，这些恭喜30岁的少女了。我看笑我了。
你可以为你的店打广告。而且，谢谢可怜你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。中文的歌，送给每一个失去对方的人。送给每一个失去对方的人。送给每一个失去对方的人。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。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。你要真实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。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。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。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。啊，也十二点啦，这什么都打完啦，好，我们后天见了哈，大家后天见啦，不要玩，至少要打四三，我们分数也没什么分数，才一万分。曹轩宾原唱那，他的原那歌啊，曹轩宾啊，可惜不是你的。作曲一开始的作词作曲人吧，好像吧，原版的就是他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。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。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
感谢都是你。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，胸口好啦，十二点啦，要说晚安啦，来了，当礼拜三啦齁。对，啊，敢看你娘 A 片啦。来看，明天要上班啦，剩下两天，最后。好，你们晚安啦、啊。对啦，哦 ，Q 了。好，晚安。礼拜三就看我打药王了。啊，礼拜三看，然后就到这边啦哈。总之，到时台北见啦。对，就到时台北见喽。那我先关台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礼拜三该来踢脚啦齁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